青岛日报：西南航空波音 737MAX 客机三万尺高空遭遇罕见漂摆，一百七十五名乘客下餐保。美国联邦航空局 h 法官员表示，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MAX 8客机日前载着一百七十五名乘客飞行时，突然在高空遭遇罕见的飘摆（又名荷兰滚，Dutch Roll），导致机身零件受损严重。所幸机师后来能重新控制飞机。 客机后来安全降落在加州奥克兰，而当时机上载着的一百七十五名乘客则饱受惊吓。当局指，事发于五月二十五日，西南航空编号 N 8 i g h thousand eight hundred twenty five Q 航班当日载有一百七十五名乘客，从凤凰城飞往奥克兰时，机尾开始左右摆动，导致主机翼也出现不规则的左右摇晃。联邦航空局称。 这种现象对飞机造成损坏，但飞行员成功重新控制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奥克兰。事件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却对飞机零件造成严重损毁。客机目前已被送回波音埃弗里特工厂维修。事发后，联邦航空局、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及波音公司着手展开联合调查。联邦航空局表示，机师一般都会接受相关的紧急应对训练。 现代飞机也都会装设抗摇摆减震器，防止荷兰滚发生。事发原因仍有待查明。一份初步调查报告指，N eight thousand eight hundred twenty five 提供备用电源的电力控制单元受损。至于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对今此事件暂未有置评。西南航空则仅回应说，正在配合联邦航空局调查。 青岛日报：俄乌战争乌克兰和平峰会前夕，普京明确开裂停火条件。乌克兰和平峰会于今明七月国尼七五日、纽比七月两日在瑞士留森举行。两日在瑞士留森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对平息俄乌战争开裂条件，包括乌方承诺永不加入北约组织，以及撤出顿内茨克等俄罗斯目前占据的四个地区。 俄方便会立即停火，并与乌方展开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些停火条件并不新鲜，乌方不会接受。普京周五在一场对俄罗斯外交部的演说中宣布了二个停战条件，只要乌克兰从顿内茨克、顿涅茨克、顿涅茨克卢万斯大波罗热斯普尔松克申克申。 这四个俄国单方面并吞的乌克兰地区完全撤军，并承诺永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公约组织 n a t 他就会立即下令停火，并与乌克兰展开谈判。在演说中，普京还列出乌克兰寻求长远和平的条件，包括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维持乌国的无核地位，约束乌国军事扩充，以及保护俄语民众的利益。 普京表示，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国际协议的一部分。西方亦应撤销所有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泽连斯基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拒绝普京开出的条件。并形容普京的做法与希特拉夺取别国领土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无二致。乌克兰外交部称，普京开出停火条件是荒谬的，其目的是误导和分裂国际社会。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迈 Hello, ·黑老凯多亚卡特文批评普京提出的和谈条件完全是一场骗局。普京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瑞士准备在本周末召开乌克兰和平峰会。普京未获邀。与此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意大利举行会议。美国和乌克兰在七国集团会议期间刚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美国承诺长期支持乌国抗衡俄罗斯入侵。 《星岛日报》：山中病房护士接病人，死于哪种病是最好死法？哪种病最糟糕？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尽管病入膏肓者最终结局看来都是一样。然而，一位护理专家表示，以他亲眼见过最好的死法和最糟糕的死法，确实是天与地之差。美国加州的临终关怀病房护士麦克法登助理麦发人在 TikTok 的播客破壳法节目上谈到两种致命的疾病。 在他看来，属于最糟糕的死法。麦克法登说：“我认为有两种疾病是最严重的。”他提到的第一种糟糕疾病是俗称渐冻人症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L S O S）。他指这种情况是百分之一百致命的，但可能需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导致死亡，这通常是极其残酷的。此病患者身体上控制随意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退化，随着时间推移。 哈达尼克菲西最终包括那些负责呼吸的肌肉也失去功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患者通常会窒息而死。麦克法登在节目中表示：“ALS 真的很糟。如果我得了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我想我最终可能会透过服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不想这么做，但这确实很艰难。”美国疾控中心估计，每年约有五。 零零零宗新病例，五十五至七十五岁的成年人，但患者也可能只有二十多岁。麦克法登也指出，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侵袭性脑癌，曾于二零一八年夺走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的生命，并于二零一五年夺走总统拜登的儿子伯伯的生命。根据美国国家脑肿瘤协会的数据，每年将有近十五零名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癌症，并导致时 因人死亡只有十分之一的患者能够存活。他说，胶质母细胞瘤非常棘手，这是脑瘤，这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很难，因为这是你的大脑，而你的大脑做了很多事情。当那里出现肿瘤时，事情就会变得一团糟。该协会指出，只需几个月，许多患者就会失去独立性，无法工作、驾驶和执行其他基本功能。这种疾病对大多数治疗都有抵抗力。 并且可能导致癫痫、记忆丧失和剧烈头痛等衰弱症状。另一方面，麦克法登指肾病患者相当来说可以是好死的。慢性肾病也称为慢性肾衰竭。当肾病恶化时，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肾脏移植。尽管许多患者在移植名单上等待多年，往往病情严重而无法进行手术，但麦克法登也指出，末期肾病是相当温和的。 若患有这种长期慢性病，当然不好。十年来，病者必须每周进行三天透析，所以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且可能很困难。但最终结局却可以很好。病人只需停止透析，然后去睡觉，然后在七天内死亡。网上留言评论者也表示同意。网名 p r f e s s o r 的留言者说：“我的父亲因晚期肾病去世，这是平静的逝去，没有什么未说的。” 还有这么多的案。经济日报艺人麦浚龙的父亲麦少棠旗下的中建富通零零幺三八宣布，将持有的香港潮牌四厘分及网络媒体 m i i l 网络媒体 mil milk 等的四厘分 group 出 i 给麦俊 l k 价950万级麦俊媒将以手上本金950万四的中建富通2025可换股债券支付。 此交易发生在麦少堂将本金二千万的中建富通二零二五可换股债券转让给麦俊翘后不到十天。l group 去年税前亏损一千二百四十三万，收入为六三六幺八万元，按年增百分之二十点四。中建富通预计完成后将录得出手收益约七十六万元，并简化组织结构及精简业务营运。 白俊俏现任中建富通 Blacker CEO，负责营运玛莎拉蒂和法拉利在港澳的代理业务。乔报新泽西警方警告说，小偷使用 WiFi 干扰设备切断监控摄像头后入室行窃。弗洛勒姆公园一名男子在地下室听到一楼传来巨响，通过监控摄像头看到一名男子试图闯入，但不久后未发和手机信号都中断，嫌疑人在发现屋内有人后逃离。 男子不得不跑到街上寻求帮助。警方认为嫌疑人是南美盗窃团伙的一部分。他们使用 WiFi 干扰器，并在住宅园艺中安装监控摄像头。警方建议居民将安全摄像头连接到有线网络，并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固定电话，同时检查房产上是否有隐藏摄像头。《侨报》二十多家被控无证销售大麻的烟店和便利店对纽约市提起联邦集体诉讼。 指控该市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正当程序权。今年州预算和市法规变更赋予警长办公室宣布这些商店对公共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权利，可以罚款并立即关闭他们长达一年。超过三百五十家商店在保护挂锁行动下被关闭。布鲁伦律,律师兰斯拉扎罗表示，这些商店几乎在未见法官的情况下被判有罪，没有对质权允许传闻证据。 合法大麻店菲尔迪的老板爱丽丝·苏达克认为，市政府的打击行动让他的生意有所好转，并称无证销售大麻店是机会主义者。侨宝 <music> 根据纽约州大麻管理办公室的最新规定，纽约居民现在可以在家中合法种植大麻。法律允许二十一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一次种植三株成熟和三株未成熟的大麻植物，每个家庭的种植数量不得超过六株成熟和六株成熟的大麻植物。纽约人还可以在家中或其拥有的房产上拥有最多五磅修剪过的大麻及相当重量的农作物。官员表示，任何想要种植大麻的人可以在他们拥有或租赁的任何居所内种植大麻，除非房东面临失去联邦福利的风险。 才可以拒绝租赁空间或惩罚租户。加拿大之声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运动人士王建兵因被控用境外通讯软件定期召集聚会、发表攻击国家政府的言论等罪名被判刑。两人自2021年被拘留，案件去年九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讯，今日被判罪成。黄雪琴被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王建兵五万元。 国际特赦组织和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都谴责这次定罪是恶意和毫无根据的，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两人。黄雪晴曾深度报道中国性骚扰案件，并倡导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王建兵则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黄雪晴原计划出国留学前一天被捕，支持者对其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青岛日报：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边境使用投石机发射火球的画面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引发广泛关注。是种中世纪工程武器被安装在拖车上，能够把火球弹射至空中，越过边境。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这段画面属实，片段大约是在一个多月前拍摄，由北部边境哨所服役的预备役人员制作。消息人士透露，这是个别地区采用的战术。 主要目的是烧毁边境沿线的灌木丛，以防止真主党武装分子藏匿其中。虽然行动未取得军方领导层的批准，但部队是在履行合法军事任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未来不会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侨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g d c 近日宣布，纽约州及其他八个州爆发了一场与宠物宗师西。 b e a d Dragon” 有关的沙门氏菌 Salmonella 疫情，至少有十五人因感染沙门氏菌而患病，其中四人住院。大部分患者为五岁以下的儿童。疾控中心提醒民众，在接触爬行动物后要彻底洗手，并避免亲吻或依偎棕狮蜥。此外，卫生官员建议不要在爬行动物周围进食或饮水，并让它们远离幼儿活动的区域。纽约州已有四人确诊。 其他受影响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佐治亚州、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俄州,俄俄州、俄亥俄州、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萨杜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接受《时代》（TIME） 周刊专访时，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目的是为了团结台湾人民。 赖清德提到，两岸应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恢复对话和交流，并举例说明两岸应互利互惠，如开放观光客和学生交流等。他强调自己的论述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而前总统马英,九也马英九也曾有类似论述。然而，马英九批评赖清德口出狂言，又设词搅赖，认为赖清德的言论是如假包换的两国论。 赖清德还表示，稳定的中国和繁荣的台湾可以互相成就，并希望新政府能够协助中国增进两岸和平与繁荣。侨报报道，周四六月十三日在高中逃课日幸运 s t r i Day） 期间，数千名高中生涌向长岛长滩 （Long Beach），在当地火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当天傍晚，约三千名高中生聚集在长滩海滩，期间发生了打架和其他不当行为。 警方不得不增派警力维持秩序。晚上七点前，海滩被清理干净后，人却散去。但不久后便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男子长岛火车站附近中枪，预计他将幸存。目前已有两人接受讯问，长岛火车服务也已恢复。《东方日报》内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最新的二十二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单。 涵盖多个省份和地区，其中广东省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也榜上有名。年轻人纷纷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这些风景名胜，捕捉美丽画面。传媒专业的刘凯是一名大二学生，他特别喜欢拍摄日落，曾多次爬到高楼大厦底层等待夕阳。他回忆起一次在楼顶拍摄时，橙黄色的日落突然穿透云层，瞬间照射整幢大厦。 他拍下了自己和日落的剪影，感到前所未有的肆意洒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洪泉指出，尽管日落景观不稳定，却对年轻人有巨大吸引力。形容这种短暂的美景，如同回归大自然，缓解精神压力，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侨报据警方消息，周四十三日，在法拉圣凯西纳公园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十三岁女孩在光天化日下被性侵。案件发生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一名男子掏出一把刀，将十三岁女孩和十三岁男孩逼进了树林。嫌疑人将两人绑起来后，对女孩进行性侵犯，并拿走了他们的手机。受害者逃到公园外，找到了一个路人，并拨打了九幺幺。警方称，嫌犯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身高五英尺五英寸，卷发，穿着黑色衬衫。 黑色裤子、红色运动鞋，背着绿色背包，似乎戴着牙套，胸前有一个野猪或猪的大纹身。警方目前还没有逮捕嫌犯，调查仍在进行中，并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德国之声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商报就欧盟对华汽车关税政策了发表了两篇评论，正方作者赞扬欧盟捍卫自由贸易、打击不正当竞争的举措。 指出，中国车企比亚迪的补贴从二零二零年的二点二零二欧元猛增至二2二欧元，猛增至二十多亿欧元。认为欧盟有充分理由宣布惩罚性关税。反方作者则担心加征关税会损害欧洲的绿色能源转型，认为这既不能保护欧洲本土的汽车产业，也无助于消费者和气候保护。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拉彻尔则在《经济周刊》撰文指出。 尽管惩罚性关税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欧盟和美国应加强协调，避免陷入补贴与制裁竞赛。欧盟的惩罚性关税可能迫使德国税，可能迫使德国车企削减其中国工厂产能，但也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加大补贴力度，让本国车企在欧洲站稳脚跟。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